本分局于4月21日早上8时许，有接获民众报案，指称在本市的西屯区台湾大道与工业区一路路口，有厢型车与机车碰撞发生交通事故，厢型车肇事逃逸。安经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，据了解，陈姓越南籍男移工驾驶厢型车，行经台湾大道四段与工业区一路，由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行驶时，撞上杨姓男骑士后，陈显肇事后逃逸现场。警方发现陈显将肇事车辆弃置于南屯区惠中路上后逃逸。经警方不断持续追查，于4月23日将陈显肇事驾驶及梅姓男乘客查缉到案，发现他们均为越南籍失联移工，且陈显也是通缉犯，依法检送桃园地检署归案。另一肇事逃逸等罪嫌，函送台中地检署严办，梅男则移送至移民署台中专勤队收容。